抓住驾电的尾巴，蓝天白云海浪拍岸。今天呢、不意外，我又来游泳了，抢走一切海水的清凉和海风的红面，趁这个台风朱辣还没来。今天啊，这个海水真的非常的清澈，很清澈，很清澈，可以一边游泳一边欣赏海浪在岸边的壮观景象。这个财主呀，今天这个石头真的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这个是礁石。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不要小看这一块块礁石啊，昏厉的很啊，真的很昏厉。你们看，这上面铺满了海蛎壳和其他的败类壳物，真的堪比一把把球道，磨得身上、腿上、肘上已经伤痕累累，一定要非常小心。